哎，早安！昨天半夜，我们终于把这只给解出来了。这只角色要通过岩浆那一关，要过关后才能解锁的。所以昨天那个跟我讲说他很早期就拿到的，我想说靠，他太强吗？马上通过岩浆那一关还是？那我不知道啦。哎呦，好了。那我昨天过关，你认到？我昨天是就这样子刷，就刷道具嘛，刷到自己要的就开局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先看里面卖什么。哎，兔子，哎，这好可爱哦！哎，你好可爱哦！太够注意了吧！就这样子，这样刷，这又是什么？装备远程武器率暴击提升15。吼！啊，我就是刷到有那个盾牌，然后就直接拿着盾牌开局，那就一路用到。结束，不要结束啊！昨天有一关没有打过啊。昨天就是这关为网友打过的，下一关我就输了。你再刷一下吧。那玩舔就是玩 GTA，啊，那个跟哈基他们玩。什么？盖波罗加，最后的子弹可穿透，第一发子弹可造成额外伤害，加一冲刺效果。哇，有点强啊！啾啾啾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不要，我们不要这个，我们换。我想说说看放大镜，然后放大镜再拿一个枪的效果。开始游戏，你有放大镜啊？没有，啊，没有放大镜，我拿这个没有用啊。我刚睡醒啊，所以现在我头好痛。我本来想说，今天影片上完之后。就继续开台湾这个，后来因为今天太累了，哎、欸、有盾哎、欸，那我就这样开局吧。给我单手武器，这是什么？拥有超乎想象氪金，因为失去了三个卫星氪金。哼！等下，浪费我的钱。开始游戏。现在有点无聊，等我刷一下东西啊。啊，这个不要了，开局。哎、欸，你昨天跟我讲说你很早前就拿到，可是这个在很后面才开得到的、欸。那超后面才有的、欸。淡水今天早上快40度，那、啊、现在回到21度，这是。很烂的地方，我之后应该会搬出淡水啦。我知道有人带兵去 CWT 啊，我今天有分享兔子的贴文啊。
我那天回家之后头超痛的，那我只是单纯想说应该是太累导致的，因为前天开台开到半夜，一直都有人带兵去吸打油滴啊，每次都有啊，然后自己还 po 我那边被骂啊。我去住哪？还没找啊！我想说等，我本来就是打算是等明年开始啊，而且也先等我那个吧，也不是稳定啊，也先等我那叫什么投完票啊，再来住哪？要么台中，要么就一样北部啊。现在总不能住南部吧？你大概要等毕业，你毕业不是还要四年吗？我只是想不通，你看一次读就读四五年的感觉，我觉得哇，对于讨厌读书的我来说，这是个噩梦啊！口袋炸弹。然后昨天才打到11层欸，这游戏最后面是打到20层欸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刷不到。好，再刷不到我们就直接开始了，不然10分钟都在刷这个。守望者。咻咻，不要，至少也不要给我猎枪吧，给我单手武器啊。哇哦，每秒攻击一次，你有点猛。咻咻，好，我们就拿这个开局吧。我就是要这个，懵了，原来一开始就给我了，只是说一开始没有拿到那个，他没有卖，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他没有卖那个给我，放大镜，哎，我以为我解锁新角色也没有吗？还是要用新？不会这一只是要用一开始角色打到最后吧？是吗？这个解锁条件是要打用一开始角色打到最后吗？好啊，玩就来啊，怕你啊！然后我又去献祭一次了，傻眼，这把太烂了吧！6发里面只有一发有哦，算了。知道角色解锁要打完三个魔王啊，不是伪王吗？伪王我现在打不过啊，因为我现在没摸过，不知道怎么打啊。
备吃大餐。哎，怎么有蚊子啊？去死！哎，不是啊，这蚊子被我打到重伤了，然后在那边乱飞，害我更打不到它了。啊嘛嘛嘛嘛！哎呦，这么巧！哇哦！我有钱吗？有哎、欸。然后虽然不知道好不好啦，先买再讲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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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诱导弹，可以挂王喽。我昨天有开到一个圣杯，圣杯是只要暴击的话会回两滴血，所以我就站在很高的地方，然后给那个有一个武器是会自动射出冰枪，然后我就站在上面慢慢回血，超舒服。这样怎么太嚣张了？有没有变态？就是就会乱玩。太嚣张就哦，别来。霰弹枪，哦不，啊，这才对嘛！阿变，哎，阿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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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是我超喜欢他换弹的声音。好了，要打 BOSS 了。我们还有多少钱可以买东西？你想买磁铁？没钱。买这个好了。biang biang biang biang， 白痴哦！到了、啊，拿到了。我没枪，这样我哪来这一只啊？开外挂、喔，傻眼。这后面这一只要有枪，这样枪才能用啊。你解锁枪，这样才能有这一只啊。可以回去吗？地公杯啊！我只是想回去啊。发呆啊！我这时候可以去尿尿嘞。没有啦，我还没去尿尿啦，我只是
先看一下，应该可以去尿尿吧。早早去尿尿了，也不会受伤。先横着走吧，横着走才有酒馆，就像这样子。哦，没有，你让我好丢脸。咻！哎，好棒哦！哎，没有东西，你看那么高干嘛？可怜的牛牛，就这样死掉了，还没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会有点太依赖他而不敢冲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！不要啦！3235。啊，酒店嘞？有酒店啊。啊，哪有牛冲上来的啦？嘻嘻啦。酒店勒，不会在左边吧？垃圾，再逛一下，商店在左边吗？不是。对，砸他，砸他，再来。哎呦！有多高级？哦，很高级。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敢冲了，敢冲了。然后今天就是因为 CWT 啊，还有 FB 直播让我压力很大，所以我这个月一直都没去健身。是什么？啊，白痴哦，踩上面。
生气了，去死去死去死、然后这个水晶啊，都会开到粉红色的黛西戒指。